你的这个意思吓我一跳。你的是做嘛的？好，我们这是说相声的。哦，说相声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咱没听过。哦，没听过相声。可不是啊。哦，那你我到你此地来过。哦，您不是我们此地人。哎，我这头一趟头一回。哦，您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到这里呀。啊，到这里找蝈蝈。找蝈蝈啊？对呀。哎呀，您来的可不是月份，这冬天哪有蝈蝈？你要七八月份来能有蝈蝈？你看七八月做嘛呀？嘛月份全有蝈蝈？没那事。你看我找的是南蝈蝈。哦，你找南蝈蝈啊？那得上南方找去，北方哪有南蝈蝈？南方做嘛呀？我说的是啊，南里蝈蝈。是，我知道啊，不就是两个须，头头是四个小爪，后头俩大夯，一叫唤嘟嘟嘟嘟。你说那叫拐子？拐子。我说的是南蝈蝈。怎么南蝈蝈？他呀，是我妈妈养的。哦，你妈养过蝈蝈。你妈妈都瞎蛐蛐了。什么你说的嘛？看这句话，我说的是男的蝈蝈。怎么个男的蝈蝈啊？他呀，啊，是人。是人？他是我娘养的。嗯，我呢也是我娘养的。他比我大呢，他是我蝈蝈。我呢比他小，我的是弟弟。哦，找你哥哥呀？哎，南蝈蝈。南蝈蝈。哎，你哥哥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南蝈蝈在这里呀。啊，开买卖。哦，开什么买卖？大买卖。哦，开百货店。那算大买？我说的是大买卖。什么大买卖呀？大粪场子。啊，大粪厂子叫大买卖呀？可大粪厂子你看不起？没有啊，你还不如大粪厂子。嗯，拐过去那个公共厕所啊，你都比不了。哎，咱比不了啊。我看了看，一共八个坑子。嗯，一天掏三回。哦，你们家几口人？六口人。吃不了。不是，我说呀，是那个换那个钱，你们吃不了。你倒说清楚了。那你见着你哥哥没有？见着了。哦，见着了。南蝈蝈阔极了。是吗？哎，到了这个月份，出来戴那个帽子，都是他的。什么叫他的呀？那叫水塔帽子。啊，对呀，那个也陪着马包吃的。陪马包？穿大衣啊，穿那个鞋都是礼服鞋的泥。嗨、哎，什么叫礼服鞋的泥？礼服泥的鞋啊？对呀，全不懂。哎，你哥哥对你怎么样？不错。哦，不错啊。南蝈蝈说：“行了，头一趟来啊，带你开个眼。开什么眼？逛逛。哦，逛一逛。哎，上马路上我这么一看啊，这个天津地方没有马逛的。怎么？”我有马逛的，你接着就跑那个小屋子。小屋子脑袋上还梳俩大辫子。那是电车。哦，是电车。南哥们儿，我带你看电影去得了。哦，看电影去。哎，上那个哪儿啊？电影铺子。什么叫电影铺子呀？那叫电影院啊。不是院子，是屋子里头。我知道，那叫电影园子。嗯，不是园的，里边是四方的。嗨，全不懂，就叫电影院。哎，到了门口了。嗯，从那块有个小玻璃窗户。哦，有个小洞嘞。男哥们打钱拿出来递给哪个人了？啊，哪个人撕了两张纸递给男哥们了？售票处。哎，到了大门那儿，哪个人拦住？男哥们把那两张纸递给他的。啊，他的死去半拉溜了半拉啊，在这付券。我进去这么一看，嗯，哪里是电影院子的？什么呀？大戏馆子。那就是电影院。我一瞅里边
么人骂人没有啊？我没人，有个台啊，挂着块被单子，那是银幕。待不会呢，就坐满人了。哦，坏了，怎么了？闹开了天气了啊，黑了天了。要开眼了，伸手不紧张，对面看不见人呀。是啊，打我脑袋后头滋啷滋的一道闪，哦，嘎啦一个雷，把那被单子劈两半里，幕拉开了，打后面出来个人。哦，我怎么一看，嘿，外国人。哦，外国人，是女的。嗯，哎，长得挺漂亮的。是啊，又来了个男的，两个人坐那个椅子说话。说着说着话，两个人还亲嘴呢。你看这个怪还臊人，你还知道害臊呢？待不会儿就拉开了战士了。是啊，那个大炮就响了，咣咣咣咣，战斗片，机关枪咔咔咔咔咔，手枪叮叮，奔我就来了啊！把我吓坏了。是啊，我怕那个一对比啊！我说哥们儿，趴下，嗨，还打着。打不着，你说打不着，打着不是误伤了、啊？嗨，男哥们把我救出来了，你看你，怕的一子一子嘛，不钱扔了呗，扔了扔了呗，谁让你花钱跑前线去在这做梦呀？那是前线呢、啊。男哥们说走，我带你吃饭去。上哪儿吃去？啊，咱上那个邓眼楼。哎，邓眼楼。那叫灯影楼。哎，到了灯影楼。对对对，灯影楼。男跟男哥们儿爬那个小梯子上去了，楼梯呀、啊。哎，上去一看，有一间屋子一间屋子的雅座。我进去一瞧，妈也没有哎、啊，就趴着个大王八盖子。嗨，那是圆桌面儿。啊，过了个人。哦，二位，你的点心啊？我说点心我受不了啊。你给我来个枪毙行吗？枪毙干什么？他点我的心我受得了啊！人家让你吃点心啊。对了，上了好几盘子啊。都上了什么呀？上了有辣着手的，嗯，瞪着眼的啊，小车轱辘、小炕面的、小蒲卷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你呀、啊、一样一样的说。那辣着手的是吗？啊，那是套环。瞪着眼的二五眼，小车轱辘，嘿，那是江米藕。小炕面子方子，你全吃过了？当然吃过了。我又上了一盘小撇轮。小撇轮？小撇轮。我们哪里撇了这么大个儿？这里撇了这么一点，舍不得上粪，吹不起来。什么？那是鼻涕。你别漏气了，鼻涕是黑的，这是白的。这是削了皮儿的鼻涕。对对对对，全不懂。又上了盘小四耗子。小死耗子有这么大个儿，挺黑的，那是海参。长一身戒、拿筷子一夹，出来现在就跑了。是海参，我夹了半天没夹回来。男的拿手抓了一个，往嘴里一扔，没尝着麻味呢，滋溜的下去了。嗨，谁让你忙了？哎，又上了盘小死孩子了。小死孩子，那孩子脑子这么一点，嘴全扁了。那是鸭子，那鸭子不有毛吗？这是煮熟了的鸭子。对呀，吃完了喝完了，咱哥们挤完了下来，上了盘那个白开水，漱口水啊。对，咱哥们端起碗喝了一喝了一口，啊，醉了，我醉了。我说你这不找你东西吗？哎，你醉了怎么呀？咱端起碗喝了一口，醉了，咽了。哎呀，好，又上了盘洋火。洋火，那个洋火没头，挺尖的，牙签儿。哎，俺哥们拿起个戳子，戳子出来了。我拿起一把戳子，戳子腮帮上漏了。就一把一把的戳子。走，我带你洗澡去呗。哦，洗澡去。哎，到澡堂子了。哦哦哦，到了澡堂子，大门我都一敲，去，哪里是澡堂子呀？什么呀？是个耍钱场子。怎么见得呢？里边有好些人全组队的，光着个腚配着片子那忍着呢。那是洗澡的。我过了个人，二位脱衣服，我把衣裳脱完了。脱完了之后呢，我拿那裤带拴好了，这头呢我就拴桌腿上了。你拴那儿干什么呀？啊，你怕丢了呢？那丢不了。你说丢不了，在家里洗澡常丢裤子。
你在家哪儿洗呀？坑里啊。坑里啊？坑那儿没人。什么人还丢裤子呢？那么些人，你这谁是偷裤子的呀？没法跟他说话。过来那个人说：“哎，别放下，没关系，丢不了，我保着。”我说：“你保着，谁保着你？这还叫连环保啊？”南哥们说：“你客气。”那人还喊了一嗓子：“这汤。”我说：“怎么着？这你洗澡还起汤吃？这谁给汤吃？那是池塘。”到了池塘门了，拉门进去，我这么一看，哎呦我的娘啊！怎么了？可把我吓坏了啊！不是澡堂子，什么呀？到了阴间。阴间里边有两口大锅，煮着好几十人呀。是啊。哎呀，他们煮那个人那个嚷啊！哇，哎呦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！你出来，你嚷嘛呢？那是洗舒服了。那洗舒服，煮熟了一个，大的搁在凳子上那扒皮儿呢。那是搓澡的。我说，你们这些人都是怎么的？洗澡呗，洗澡啊！你们这叫玩玩儿。我进你们露一手，你们看看。露手什么呀？我扎个猛子，扎猛子，绑起来三只多高，脑瓜冲下，不能记得。可他娘的上了当了，怎么了？脚丫子没沾水，脑撞大疙瘩。好这家伙，在里边喝了两口水，臭脚丫子味儿大。在里边我就没看着鱼了。那哪有鱼啊？你不懂哎，有水就有鱼。是啊，我摸了半天，摸了半天不摸着鱼，我摸着个大王八。是吧？我硬个脱下去是王八，这么大个大王八，我往上一拖，前面那人就一嘴巴，你他妈这小的摸我屁股做嘛呀？